金鱼养几条好？白翔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外科疾病专科医生。金鱼养的数量的多少要根据鱼缸的大小来决定，如果是小型鱼缸，通常养2到4条就够了。如果因为鱼缸内金鱼太多而鱼缸太小，会导致缸内氧气供应不足，就容易造成金鱼缺氧，从而导致金鱼死亡。如果担心金鱼供氧量不足，还可以给鱼缸配置供氧泵。养鱼时还得注意喂食定时，切不可在下午3点以后再饲喂。下午的金鱼活跃度低，进食量少，剩大量饵料会在缸底沉积，若不及时捞出就会污染水质，危害金鱼健康。不管是大缸还是小缸，饲养密度都不宜太大，应根据缸体来决定养金鱼的数量。金鱼的脾气也是非常温和，也几乎不会有大金鱼欺负小金鱼的事情发生，就算争夺配偶时，鲟鱼之间也不会相互追逐厮杀。